我们所面对的是包裹着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的问号。为了探寻蕴藏于表面下的秘密，我们用公式推演模拟，我们同宇宙进行一场场对话，我们写下对生命的长长书信。这些讲述了我们做了什么，却讲不尽我们是如何做到的。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源之一，中国最早的医学综合性大学，新中国高校工科院系发展的典范，在历史进程中融会贯通，三川河流，他们带领历史走向新的时代，他们超越认知，找寻更深刻的美感。每一次卓越的创造，都是对历史智慧的积淀。在四年的时间中，他们将学习如何运用自然的力量，让科学与艺术碰撞出绚丽的色彩。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，我们用理解一一应对。我们凝望未知，凝望宇宙，我们是它的一部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宇宙存在于你我之间。